903广播剧《欧阳志强》三个字二，爱情是战争，所以人类将抢夺伴侣的行为合理化。唔该，我想要个 chef salad 啊。好啊，冇问题。啊，何小姐，咁你今晚又同阿李生嚟多次啊？吓？咁呢度个厨系几好嘅，帮你落咗个 salad 先啦。好啊，唔该。Chris 啊，你今晚得唔得闲啊？喂，Chris 啊。哦，你开紧会啊？对唔住啊，你冇收线住，我净系想问咧，你今晚得唔得闲食饭啊？哦，你要开会啊？好啊，咁我唔阻，帮你加少少水啊？我唔该。系啦，我想问一下咧，今晚李生个 booking 系几多个人啊？佢今晚 book 咗两位啊。哦，佢系自己 book 啊，定系秘书帮佢 book 啊？佢自己打嚟嘅，咁我啊帮佢 book 啦。哦，冇，哎呀，其实咧，我一时唔记得咗，佢今晚系同一个朋友定两个朋友食啊？系啊，佢之前都有同我讲过话，另外一个朋友唔得闲咁样。哦，系啊，今晚佢系同朋友食啊？系啊，那个朋友我都熟噶，不过可惜啦，我今晚又唔得闲，出唔到。你记得帮我同阿李生同埋佢个朋友打招呼啊！唔该晒。睇脚啊！对唔住啊，我又搞到咁麻烦。好小事啫，总之你冇整亲就得啦。后屘咧，有另外一个侍应话俾我听。那晚跟 Chris 一起出去吃饭的那个是他秘书，那很合理啊，是吧？有时呢上司又请下属吃饭是这样的啦，有什么出奇呢？我都是这样跟自己说。你都认识那个秘书的吗？ Sophie？ 认识，他有时还会陪我买东西。不过有一次呢，游艇会的侍应叫了我做陈小姐。陈小姐？Sophie 姓陈嘅，我谂 Chris 真系成日请佢下属去食嘢咯。系咪仲有个箱喺嗰边啊？哦，系啊，你又想揾啲咩啊？哦，咦，唔使啦，原来喺度啊。咩嚟噶？胎啊！之前生日谂住送俾佢，但系佢生日嗰日咧，佢自己又带咗个抱胎，咁我咪冇送到咯。我最好记得啊，嗰时系 Sophie 陪我买礼物俾佢嘅，咁佢又话佢好想买嘢俾人，但系佢死都唔俾我睇啦。当我见到 Chris 嘅时候咧，我终于知道 Sophie 买咗乜嘢啦。床头灯早早给我关上，和面对抱着同学的模样，我傻，傻人至少。只早早把你恋上，盲头乌蝇般撩当你手下的败仗，恋爱犹如盲人天堂，你我哪有夫妻相，流行波我总可以想一想，流行曲你喜欢便唱一唱，某日走我记青春了，得到你
个字二，欧阳玲是欧阳，阿正是 Rosa。 当你打算买一份礼物给那个人的时候，发现有人已经先来一步送了一样的礼物给他，那你还送不送啊？上来我的 Facebook page 欧阳玲酷欧阳告诉我知啊。流行吧，我总可以想一想，流行歌你喜欢便唱一唱，某日走我极度流行，如何能为免冠军。吧，我总可以想一想，流行歌再唱够一副冠军，欧阳志强，一呼一吸，相生相克。